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主观题。甲公司呢是一家生物制药企业，研发出呢一种专利产品。该产品呢投资项目已完成可行性分析，厂房建造和设备购置的安装工作呢已经完成。新产品呢将于二零一六年开始生产并销售。目前呢公司正对该项目进行盈亏平衡分析。相关的资料如下。首先看第一个资料。 专利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呢三百五十万元，专利有效期十年，预计无残值。建造厂房使用的土地使用权取得成本三百万元，使用年限呢三十年，预计无残值。两种资产呢均采用直线法计提摊销。呃，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说这个摊销这个费用。 它应该是属于什么？属于固定成本的范畴，对吧？接下来，厂房建造的成本呢，五百万元，折旧年限呢，三十年，预计净残值率百分之十；设备购置成本呢，一百万元，折旧年限十年，预计净残值率百分之五。两种资产呢，均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这个固定资产的折旧费，我们算出来之后，应该也是属于。 固定成本的范畴，对吧？接下来第二个资料，新产品销售价格呢每瓶一百元，销量呢每年可达十万瓶。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算出收入来啊？销售量乘单价是吧？每瓶材料的成本呢二十元，变动制造费用呢十五元，包装成本呢九元。那这些属于什么呢？应该属于这个变动成本的范畴，是吧？ 单位变动成本。公司管理人员呢实行固定工资制，生产工人和销售人员呢实行基本的工资加提成制。预计呢新增管理人员两人，每人每年呢固定工资五万元。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一块的工资应该属于固定成本范畴。新增的生产工人呢十五人，人均呢月基本工资一千五百元。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一块的这工资同样应该属于固定成本范畴，对吧？注意这里面是每个月的，是吧？呃，有十五名工人，那要算年成本的话呢，还得乘十二个月，是吧？生产计件工资呢，每件一元，那每件一元的计件工资，这个应该属于什么？应该属于变动成本的范畴，对吧？新增销售人员呢，五人，人均的月基本工资呢，一千五百元。 那么这个月基本工资，同样道理，这块呢应该属于固定成本范畴是吧？嗯，有五名销售人员，每个月每人是一千五啊，那你得乘十二个月是吧？销售提成呢，每瓶五元，这个呢同样应该属于什么呢？属于变动成本范畴。哎，把这些得得搞清楚，呃，哪些属于固定成本，哪些属于这个单位变动成本啊？你确定好之后，你才能够进行本量利分析是吧？ 这个讲的就是成本信态分析嘛。每年呢新增的其他费用，财产保险费六点五万元，广告费呢六十万元，职工的培训费呢十万元，其他的固定费用呢八万元，那这些都属于什么？都属于固定成本范畴是吧？第三个资料，假设呢年生产量等于年销售量，讲的就是产销平衡是吧？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要求，计算呢新产品的。 年固定成本总额和单位的变动成本，这就讲的是成本性态，是吧？这个新产品的年固定成本都包括哪些呢？我们这里面提到了专利的摊销问题，啊，还有就是土地使用权的摊销问题，还有就是固定资产折旧，是吧？那固定资产折，那固定资产折旧呢，就包括厂房折旧，包括这设备折旧吧。 呃，告诉我们这个成本了，净残值率了，啊，告诉使用年限了，直线折旧法，所以说怎么样，每年的折旧费可以算出来是吧？另外就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管理人员工资啊，啊，生产工人工资啊，还有这个销售人员的这些固定工资啊，这些固定工资呢都属于这个固定成本范畴，当然还包括这个其他费用是吧？什么财产保险费呀、啊，这个职工培训费呀、啊。 啊，等等，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进行汇总了，是吧？这个年固定成本总额它算出来。这里面比较容易出错在哪儿呢？呃，就是我们这里面，比如说这个，呃，生产工人的这个月固定工资，还有就是销售人员的这个月固定工资。呃，这里面一个错误就是你注意一下这单位的换算是吧？ 嗯，我们把它换算成万元，这是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另外呢，还要注意呢，它那里面给的是每人每月的，是吧？所以说呢，你要算年工资的话呢，这里面呢都得乘上十二个月。这些细节地方呢是不能出错的，是吧？这个固定的年成本呢，这算出来什么呢？固定的年成本算出来的这是两百万元。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单位变动成本。 单位变动成本呢？呃，这里面就包括这个材料费用啊，包括变动制造费用，啊，包装费用是吧？那还包括什么呢？什么计件工资啊，还有这个销售提成，那、啊、合在一起呢？这个单位变动成本呢，这是五十元。那我们啊，根据这个成本形态啊，把这个固定成本的年成本算出来了，这个单位的变动成本算出来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进行本量利分析了，是不是啊？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要求，计算呢新产品的盈亏平衡点的销售量、安全边际率和年息税前利润。呃，盈亏平衡点的这个年销售量，那就是固定成本除以什么呢？单价减单变嘛。单价给了是这个一百是吧？单位变动成本是我们前面算出来的五十，固定成本也是我们前面算出来的。这样的话呢，我们算出来这个盈亏平衡点的销售数量。 这是四万瓶儿。接下来我们要计算这个安全边际率呢？安全边际率，那不就相当于是一减去盈亏临界点的作业率吗？呃，盈亏平衡点的这个销售量除以正常销售量是吧？正常销售量不是十万瓶吗？那你算出来结果不就是盈亏临界点的作业率啊？啊，一减去盈亏临界点的作业率，不就是安全边际率吗？接下来呢，我们要计算这个吸水间理论。 吸税以前利润呢？我们说，你安全边际上的边际贡献就是利润，对吧？那安全边际多少呢？安全边际应该是你的正常销售减去盈亏临界点上的销售量嘛？正常销售量是十万瓶，盈亏临界点的销售量呢是四万瓶，然后乘上呢单位边际贡献啊，算出结果来就可以了呗。当然，你说我不这样算。 你说我就用这个销售量乘以单价减单面，减固定成本算行不行啊？啊，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这个殊途同归是吧？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呢，中间过程并不是最主要，结果正确就得分，不管用什么样的过程。所以这个是我们注意的地方啊，注意地方。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呢第三个要求，计算呢该项目的经营杠杆系数。 啊，为什么把杠杆系数搁这儿连在一起呢？我们说，呃，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一些共用的指标嘛，就是那息税前利润，是不是？呃，计算经营杠杆系数的话呢，我们说就是边际贡献除以息税前利润了。那边际贡献我们怎么算出来的呢？边际贡献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用这个息税前利润加上固定成本来表示嘛。这个、固定成本讲的就是固定经营成本，是吧？ 那边际贡献有了之后呢，除以这个期税前利润，算出结果来就 OK 了。注意呢，我们在考试做题的时候呢，不要写这些公式，是吧？这些公式没必要去写的，啊，你录入那么多字干嘛呀？我们在这里面呢，把它列出来是为了方便我们考生的复习备考，就这个呢需要注意一下。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个题：甲公司呢，生产 A、B 两种产品。 A 产品呢是传统产品，呃，造价高，定价低，多年亏损，但市场呢仍有少量的需求。公司呢一直坚持生产。B 产品呢是最近几年新开发的产品，由于技术性能好，质量高，颇受用户欢迎。目前呢市场供不应求。二零一九年末，公司计划销售和操部门呢一起编制下一年度的生产计划。 在该计划基础上呢，操部门预测这个收入、成本和利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关信息。呃，预计的利润表的情况呢，呃，这里面 A、B 这两种产品啊，它的营业收入啊、营业成本啦、啊、税前的营业利润呢、啊，告诉我们了。呃，他说，经财务部门预测呢，A、B 这产品的变动成本率分别为百分之七十和百分之四十。 那我们知道了这个 A、B 两个产品的变动成本率了，呃，也知道了 A、B 这两个产品各自的收入了。那你能否算出 A、B 两个产品的各自的变动成本呢？没问题是吧？那各自的变动成本算出来之后，那你营业成本总额有了，从营业成本总额里面扣除变动成本，不就是固定成本总额吗？所以这样的一个。 过程应该没问题是吧？接下来，公司领导呢根据财务部门的预测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二零二零年公司的税前的经营利润能否达到一百万元？第二，A 产品呢亏损四十万元，可否考虑停产？第三，如果能够添置设备扩大生产能力，这个增产能否增利？ 这是公司领导提出的几个问题。那接下来，根据公司领导提出的问题呢，曹部门和相关部门呢，呃，共同研究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停止生产 A 产品，按照原计划生产 B 产品。第二个方案，停止生产 A 产品，调整生产计划，平衡生产能力。 使 B 产品呢增产百分之八十。第三个方案，在二零二零年原生产计划的基础上，投资五十万元购置一台设备，用于生产 B 产品，B 产品呢增产百分之十。预计呢该设备使用年限五年，按照直线法计提折旧，没有残值。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投资的这个购买设备。 相当于是每年折旧呢，这块就多了十万呗。这就是我们这个第三个方案而导致的这个固定成本要会增加十万，是吧？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个要求，分别计算 AB 产品的变动成本和边际贡献。这个应该不复杂吧？告诉了这个 AB 产品的变动成本率了，计算它的变动成本还有问题吗？ 我们说用收入乘上变动成本率得出结果来，那不就是变动成本吗？那变动成本出来之后，用收入减变动成本，那不就是边际贡献吗？当然，我们说算边际贡献的时候怎么样？你用收入乘上一减变动成本率也可以算出来，是吧？一减去变动成本率不就是边际贡献率吗？好了，A 产品算出来了，那同样的方法是不是也可以算出 B 产品的资料呢？ 用 B 产品的收入呢乘上这个变动成本率，那它的变动成本就出来了。收入减变动成本就是边际贡献啊。那同样道理的话，我们用这个收入怎么样乘上一减去变动成本率，算出结果来也是边际贡献。也就意味着我们这块算的时候怎么样，同样啊方法不唯一，只要是结果正确就 OK 了。接下来看第二个要求。 分别计算呢三个方案的税前的营业利润。税前的营业利润，我们说没有什么特殊说明，也叫做税前的经营利润，或者干脆就叫做营业利润也行，叫做息税前利润也可以，啊，都是一回事儿，并据以选择呢最优的方案。那我们根据第一问啊，我们已经。 把 A 产品和 B 产品的变动成本都算出来了，那我们说在总的这个营业成本里面怎么样，把它们各自的变动成本扣掉，是不是就可以算出它的固定成本来呢？那么这个各自的固定成本有了之后，那我们看方案一，方案一的话呢，我们是停止生产 A 产品，停止生产 A 产品呢，按照原计划去生产 B 产品去。 那按照原计划去生产 B 产品的话，这个 B 产品边际贡献呢，我们前面算出来的是三百三十六。那么既然这 A 产品停了，那 A 产品的固定成本照样发生，那这固定成本怎么样？那就得由 B 产品去承担起。同样的，B 产品本身还有固定成本两百一十六呢，所以这个也理所当然由你去承担嘛。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算出来，按照这个方案一。 它所形成的一个税前的营业利润，啊，这块是负的两百八十六万。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方案。那第二方案呢，他说是停止生产 A 产品，呃，使 B 产品呢增产百分之八十。B 产品的收入呢是五百六十万。那增长百分之八十的话，就意味着用五百六十万乘上一加百分之八十。 这就是 B 产品增产之后的收入，然后乘上呢一减去变动成本率，算出结果来就是它的边际贡献。因为你 A 产品停产了，所以说你 A 产品的固定成本就应该由它来承担。同样的，B 产品自身的固定成本也得由它自承担。这时候怎么样算出这个税前的营业利润？啊，这是负的十七点二万，没问题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方案。第三个方案呢，他说是在原有的生产计划的基础上往后做调整的。按照原有的这个生产计划，那就说我们 A 产品照样生产是吧？那原有的生产计划呢，我们能够形成的税前的营业利润呢是八十万。那在这基础上去调整的时候，怎么调的呢？他说投资五十万元去购买设备去。 那么购买设备来之后呢，他说我们这个 B 产品就可以增产百分之十。B 产品呢，你原来的收入呢是五百六十万，增长百分之十的话呢，那就意味着我们五百六十万乘上百分之十，就会增加这么多收入是吧？增加这么多收入呢，然后乘上一减去变动成本率，算出结果来，不就是增加的边际贡献吗？那你这个 B 产品增加这么多边际贡献，你前提条件是什么？ 是你投资购买了一个设备，这设备呢是花了五十万，这个直线法折旧每年折旧是十万，那每年折旧十万就意味着我的固定成本还会增加十万，把它的减掉。那这时候呢，我们算出来结果呢，就是第三套方案它的一个税前的营业利润。那么这三个方案呢，我们一比较，应该选择谁呢？应该选择方案三吧。 这时候那么税前营业利润是最大的是吧？这就可以了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第三个要求，基于要求二的结果，依次回答公司领导他所提出的三个问题是否满足了呢，并且说明理由。那我们说作为方案三来讲的话，它的税前营业利润呢是一百零三点六万。 达到了这个二零年的税前的营业利润一百万，这条符合了。那么作为 A 产品来讲的话，该不该停呢？A 产品呢，我们说它能够提供正的边际贡献，也就是说它的收入减去变动成本，边际贡献大于零，那就是说 A 产品是不能停的。虽然亏损是吧，但是不该停产。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呢，它的第三个问题。 按照原计划呢，他的这个税前经营利润是八十万。那我们按照这方案三，我们追加台设备进去了，也就意味什么呢？我们增产了。B 方案它不是这个，呃，接下来呢就是领导层所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啊，能否增产增利呢？我们说呢，这个增添的设备之后。 这个 B 产品呢，呃，增加了百分之十，是吧？这时候呢，使我们这个税前经营利润怎么样？呃，达到了这个一百万。这时候呢，使我们这个税前的营业利润怎么样？达到了一百零三点六万，和原来的八十万相比怎么样？增加了吧？那就意味什么呢？能够实现增产增利，啊，这就可以了吧？这就是我们这个计算完之后。 有类似的这种分析说明，这种类似的这种文字说明，就类似于个，嗯，文字性的简答一样，是吧？能够把它解释清楚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个题。甲公司呢，你承包乙集团投资开发的主题公园中的游乐场，承包的期限呢五年，承包时呢一次性支付经营权使用费两万五千万元。 按照承包年限平均分摊，按照承包年限呢平均分摊的话，就是按照五年分摊呗，每年五千万，属于固定成本的范畴。承包期内呢，每年上交五千万元的承包费，那这个五千万承包费也是属于什么呢？固定成本范畴嘛，并且呢，每年按照其年收入的百分之十向乙集团呢支付管理费，这个其实就是指变动成本率吧。 啊，你收入越多，你支付的这个管理费越多呗。甲公司呢，目前正在进行二零二一年盈亏平衡分析，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资料。第一个资料，游乐场呢售卖两种门票，呃，均当日当次有效。这个票价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呢有这个游乐场的门票，还有呢这个联票，啊，就是公园观光和这个游乐场。 和在一起的一个联票，呃，这个票呢，我们说有普通票，还有优惠票，价格不一样，是吧？看第二个资料，二零二一年呢，预计门票的售卖情况，这个游乐场的门票呢，五百万张，联票呢四百万张，这是票的销售数量啊，两种票。假设呢，各类已售的门票中。 普通票和优惠票的比例呢是46，是四六分，百分之四十呢是普通票60，百分之六十呢是优惠票。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根据这样的一种呃售卖情况，是不是就可以算出它的收入呢？相对复杂一点是吧？不是一种类型，哈，这个就算收入的时候就得小心点是吧？接下来。 第三个资料，联票收入呢，甲乙呢分享各占百分之五十。那这样的话就意味着这个联票收入呢，你得分开啊，你甲公司只占百分之五十部分。第四个资料，物业费呢为固定费用，二零二一年甲公司支付游乐场的这个物业费呢是一万零二百八十六万元，告诉我们这个成本形态了是吧？第五，假设呢不考虑企业所得税。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要求，分别计算呢游乐场二零二一年编辑贡献总额、固定成本总额和营业利润。这个营业利润就是讲的息税前利润嘛，或者叫做税前经营利润是吧？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收入吧。收入的话呢，我们是有门票收入，有这个联票收入，我们分开算。门票收入的话呢，它这销售的是。 五百万张是吧？这五、个、百万张呢，我们说有百分之四十是普通票，有这个百分之六十呢是这个优惠票。那我们分别算它的收入嘛，最后把它加总就可以了呗。这个联票收入这块呢，它是销售了四百万张，那这四百万张里面，同样道理也分为什么呢？分为普通票和优惠票嘛。普通票呢是占百分之四十。 有股票呢，占60%六十，对吧？算出收入来，但是要注意，这个联票收入呢是甲乙公司共享的，甲公司呢只占百分之五十，就是说要乘个百分之五十嘛。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甲公司能够拿到的这门票收入和联票收入合到一起，这不就总收入吗？啊，所以这块算的时候呢，就稍微麻烦一点，是吧？那接下来。 这个变动成本多少呢？我们说变动成本其实就是你所支付的管理费用嘛。那百分之十就是那个变动成本率是吧？所以说呢，用这个收入乘上这百分之十，那得出结果来怎么样？这不就是你这个变动成本的金额吗？收入减去变动成本，得出结果来，这不就是你的边际贡献吗？或者说你直接用这收入乘上一减百分之十也可以是吧？ 收入呢？我们说这块是，呃，三万两千两百嘛，乘上一减去百分之十，得出、就是、结果来，这不就是你的边际贡献吗？也就是我们把这百分之十就视为一个变动成本率，是吧？然后再看看固定成本多少呢？固定成本呢？我们说一个就是这个，呃，经营权使用费的个摊销是吧？有个五千万，再有就是上交的承包费有个五千万是吧？ 还有那物业费，还有个一万零两百八十六，合在一起呢，这就是我们固定成本的合计数嘛。边际贡献有了，减去固定成本，得到结果不就是营业利润嘛？八千六百九十四万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呢第二个要求，分别计算呢游乐场二零二一年平均每人次的边际贡献，呃，盈亏平衡点的游客的人次。 就是把盈亏平衡点的这个销量算出来，是吧？再有就是安全边际率，这个每人次的边际贡献，我们前面不是把这个边际贡献总额算出来了吗？那边际贡献总额有的之后，你除以总的这个门票数，不就可以了吗？我们说这里面怎么样？有这个五百万张的这个游乐场的门票，有四百万张的这个联票，是吧？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算出每人次的边际贡献嘛？其实说白了就是单位边际贡献是吧？啊，叫单位边际贡献，这个单位讲的是每人次的嘛。那我们要算一下盈亏临界点的这销售量呢？那不就相当于是用这个固定成本除以什么呢？单位边际贡献嘛。我们说的单位边际贡献讲的就是每人次边际贡献。算出结果来呢，这是六百三十万，啊，六百三十万人次。 那安全边际率呢？安全边际率的话，我们说了，你用这个正常的这个销售的数量，这是九百万张是吧？那九百万张不就相当于是九百万人次吗？然后减去盈亏临界点上的这个销售的人次数，再除以我们正常的销售的九百万人次是吧？是不是就可以算出这个安全边际率呢？ 你这块可能我们有些考生就是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平常用的比较多的是单位的边际贡献，就是想的比较多的哈、啊。这每件产品的边际贡献多少啊？其实我们这里面讲的每人次的边际贡献也是单位边际贡献的一种表示方法。嗯，没转过来，可能这块就没想到吧，没想到就算不出来了。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要求。如果甲公司计划2021年实现营业利润1万万元，你将游乐场的普通票呢提价至70元，其他的票价不变，联票销售呢预计增长50%，假设呢其他条件不变，计算呢至少需要售卖多少万张的游乐场的门票才能实现这个利润呢？ 这不就相当于是一个保利的销售量的问题吗？比如说呢，我们要想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利润，游乐场的门票销售的数量，比如说为 m。那么这个游乐场的门票的数量，这是 m 的话，我们说其中百分之四十属于什么？属于普通票。普通票呢，他说现在提高到七十元，从这个时候来。 那么优惠票这块呢，还是原来的三十元，这就是这个，呃，门票的收入有了。他说这个联票的这个收入呢，提高百分之五十。那我们前面不是已经算出来这个联票的收入了吗？甲公司享有联票收入这块增加百分之五十，那就乘上一加百分之五十呗。这样的话怎么样？我们就可以算出总收入是吧？总收入有了之后呢，乘上一减去变动成本率。 那变动成本率就是那百分之十支付的管理费用吗？这样的,的话就可以算是边际贡献是吧？边际贡献呢，再减去这个固定成本，不就可以算出那个利润吗？一元一次方程求解，实现目标利润的那个销售量，就是保利量的算法是吧？算出结果就可以了。啊，所以说我们这里面关键是把题得读明白。 读明白之后呢，这些算法应该并不复杂，是吧？